这马太凶了，兄弟，你干啥呢？这马差点给跳出来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河北石家庄溧阳牲畜交易市场，这边客户买了匹马，马上要套笼统，这马有点凶啊，刚才都差点跳出车了。哇，这马漂亮是漂亮，都是这性格也挺漂亮，这马好聪明啊，非常敏锐的就来回闪，一闪就闪过去了，套腿了套腿了。现在这年头老板们都喜欢猎马，有性格。哎，又套腿了，是右边。多少钱啊？14.5块。漂亮的马驹子总要值点漂亮的价格。这小烈马啊，长得挺好，脾气也挺好，一下就弄好了。哦，哦，哦，哦呀，这反应非常的强烈啊，反抗非常激烈啊。哎，这危险系数有点高，这个马600多斤，这600多斤的马摇头给你撞一下，轻重都是事儿。这一撒手又开始蹦啊，马上给他松脖子上套的那个白绳，松开就好了。好嘞，松开了，好，套笼统成功完成。